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玩呢个 FF 幻影战争啦，系啦，又点解咧？抽嘢。咁你首先见到咧，其实登入咧直接送我 Tifa 先啦，剃发。咁剃发其实都劲唔劲咧，就 OK 嘅，其实都免费角色嘅。咁但系呢只 game 咧，其实大家知道有角色都冇用嘅，吓有角色冇用嘅，因为要有碎片啦。咁今次就都唔错，主要我系抽啊 Clouda， 吓，因为佢系呢个暂时嚟讲都算系最劲嘅角色噶啦，应该之一啦。其实我想要黑魔女，因为我的 account 冇黑魔女，其实但系黑魔女佢唔 up 嘅话，我都吹佢唔上啦。哇，我睇一睇先啦。诶，新兵丸原来国际版而家，我因为其实 我一直都睇开日版嗰个网站啦。其实我以为呢啲角色一早有添，呢只其实都有 S 嘅，好似即系 S 定 S。哇，咁但系就唔系最顶，即系都劲噶啦。不过其实呢只角色咧，要养一只角色要好多钻石。我睇睇先啊，咁我而家应该有 Tifa 啊，咁我暂时我 account 由于冇黑魔女咧，玩得好辛苦啊，咁啊奉劝大家，如果咁但系因为我系买嗰个初始账号咧，40多蚊有30多万石咧，即系佢嗰啲系即系靠登入攞啲石，即系唔系黑石啦 ，OK， 吓咁我点玩都抵嘅，其实咁啊，但系如果你有钱咧，哎呀顶，有钱你可以考虑直接买一只黑魔女咯，冇黑魔女真系好难玩，虽然都可以用好友嗰只啦，等先啊。屌我其实我其实系想揿替化，唔知一揿几多揿唔到。哇，等先，好直接有呢一个 Tifa 啦，都算系。但其实大家知道啦，有角色系冇乜意义嘅，因为你唔突爆佢咧，其实都系废废地嘅。屌，哇，咁我啲石终于免费10年召唤喎。抽下啦，虽然都冇乜，因为反正当拗碎片都冇蚀嘅。好老实讲，佢有冇 URL 啊？冇喎，冇 URL 啊。好算啦。好啦，咁通常呢，就应该系抽或替花都要抽阴功。通常都系抽 step 噶啦，但系哇，佢两个角色放埋一齐咁贱格嘅。哇，同埋仲要抽佢嗰张卡啊！顶，哇，好多嘢抽。呢个收费嘅呢个就啊，哦，收费就不了啦。咁我哋抽咗呢个 step 先啦，系啦。其实抽完之后可以去买碎片嘅，不过买你就算买晒都唔够，第一个 step 就冇嘢啦。系啦，第一个 step 冇料到啦。咁只 game 都有保底嘅，系啊，都有保底嘅。哇，其实你见到咁样抽一轮咧，九抽都要差唔多成1万几2万石噶啦。真系冇喎，好，继续抽，诶，跟住第三个十抽免费啦，佢36都系免费嘅，但其实佢，妖劲快，其实佢系唔包，即系佢系唔包有呢一个角色嘅，就算你抽晒9个 step 咧，佢都系唔包嘅，佢甚至冇包 URL， 所以其实都你话服唔服咧，都你可以话佢服嘅，你又唔系啊，冇乜嘢好讲，好啦。即可能你要硬啃保底咯，或者咁讲啦，系啦。我继续啦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No bullshit，Let's go。诶，中咗个二货系啦，但系呢个原版冇乜用喎，即系你俾个金版，即系金二货我都还可以。好，跟住第60抽都系冇喎。喂 ，Clouda 呢？系咪已经抽中咗？我唔知啊。好啦，继续。好，跟住就再嚟。马达迪斯，妖啦妈！哇，奶奶地嘢喎！哇，佢一次又出两只咧，真系货到你 P K， 真系抽到你 P K， 我就咁讲。诶 ，lock connecting 咁耐，喂，我是前身啊，肯定系卡罗塔罗德啦，顶。有动画睇，唔错。Grounder， 哦 ，get this。前神罗佢自己 FF 出嚟嘅真系，系啊前神罗 number one 系自己 FF 出嚟，咁啊都抽埋佢啦。因为呢啲币咧，其实呢啲币都可以换佢嘅碎片啦，系啦都要抽啦。因为你抽第9个 step， 你冇理由唔抽啦。其实都系啊，10年召唤，诶唔系喎，抽晒啊。诶，头先嗰个 last step 嚟嘅，呢个咩嚟噶？限定一轮，屌呢啲呃钱嘅，同你讲。喂，而家啲币有阵时，而家咩情况？我睇睇先啊！而家系碎片喺边度买的？
好啦，同埋我而家开到120 level 咧，即系食碎片食到你呕啊！呢啲其实都要买嘅啦，啲走唔甩嘅。但我哋而家系睇翻先啊，呢个 OK 嘅。咁啊，通常都系买5次啦。其实好老实讲啦，你都系要买晒嘅啦。好老实讲，即系你走唔甩噶。即系付费嗰啲就真系恕我无能为力参与啦。提法跟住呢一个抽埋一个啦，呢一个都要抽嘅，抽埋嘅，反正都系走唔甩嘅啦。反正你20几万石，我都系养兵千日，终须一用系啊。流嚟晒起，净有10年嘅，点解限定完一轮又一轮嘅？我头先未抽完，我顶，我9 step 已经，屌，吓乜差都冇啊！吓后悔，瞬间后悔。咁啊，抽埋张卡先，呢个系佢有5 step， 佢呢个嗱卡就好啲嘅，卡就一定包嘅，其实。但其实要你突爆张卡咧，都几系嘢，都唔嘢少咯，只能够讲。好，咁其实5 step 都要抽晒，咁你抽5个 step， 你又要10000石啦。呢度讲紧系咪先？真系系啦，咁啊啲石都系烧得劲快，所以哇，我抽到人噶，中咗 Clouder， 我正我悭翻呢个系，我抽到，我真系其实唔知啊，其实理论上应该抽到人，但我唔知系抽到。直接抽到人就可以咁 OK 喎，赞喎！但系睇花咧，喂，大奶奶咧，咦又 connecting 喎！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中咗！吓、啊、呢、這个经典嘅水塔啊呢、這个，咁我应该第5个 step 再包一张咯，咁啊抽埋佢啦，因为反正当抽水，哇抵玩喎、啊、呢个 OK 啊，抽得唔错、啊。咦，佢唔包噶，点解啊？即系佢字面上嘅意思，5 step 里边咧，佢只系佢就系保你5 step 入边系会出一张卡，但系佢唔系我而家第4 step 咋？屌，冇嘢先。系嗱，系啦，第5 step 系一定中一张，头先个第4 step 嚟啊！我数错咗，唔好意思。咁即系其实中咗两张水塔同埋一张 Clouder 抵玩，咁啊抵，跟住就好啦。我跟住啲碎片嚟换乜就系一个重点啊！等先换碎片喺边度换？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系好熟只 game， 因为其实平时都系靠 op 土嘅，其实因为可能换碎片呢个纪念就系、是，哇佢同佢唔系佢唔系同一种币。等先用币喺莫古商店啊？诶呢度系呢个活动咧，唔关事。要好白痴，佢要攞咗先，佢要喺礼物嗰度攞鬼咗先。我睇而家有几多币先，我数一数先。哇，佢送好多嘢，喂睇下，因为佢嗰个1.5周年咧，直播送咗好多呢啲咁嘅素材，好紧要嘅。咁啊 ，OK 啊，攞石啦，哎呀，点样翻翻去啊 ？OK。咁啊，而家妖佢好白痴，你见我而家都系零啊，有1400个币，咁点解我联动嗰度未有嘅？佢点样计？佢联动系活动嘅，应该 OK。咁其实你见到佢2000石就可以换，即系其实200抽可以换啦。咦，但系佢嗰个奖，佢嗰供水塔嗰个咧，喂，咦咁奇怪嘅，咁点解佢嗰个嗰张卡嗰个碎片喺边度换啊？呢度，哇，同一个币啊，咁啊濑嘢，啊，佢同一个币，佢因为佢用同一种币咧，咁你要取舍喎，等先，限定200次。即可以换200碎，系咯就系咁，咁啊肯定系优先升咗 Clouder 先噶啦，唔使讲噶啦，咁啊就系咁，咁今次抽得 OK 啊，我觉得都，咁啊首先佢保底前咧出起码出一只先啦，9 step， 系啦，跟住然后佢抽卡嗰度又送多一只加两张卡咧，咁啊一来一回咧，其实我觉得都几满意啦，叫做，不过剃花其实我预咗系要。食碎片噶啦，咁因为剃花咧之后都会有一送嘅，同埋佢等先啊。要升啊！啊呢个升上限，卡就比较简单啦。卡升到5星就搞掂。点解我头先想讲咩？等下先。我头先想做咩啊？死啦！喺呢个，佢通常咧，咁你基本上呢度都送几多啊？120碎啦，都叫都有120块碎片啦，都 OK 嘅，系啦。OK， 咁啊，今次玩住咁多先啦，下次有嘢抽再见我哋，拜。